还行啊，肚子吃的也挺饱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妈，我现在在牛车上，看牛车，我们要去新买的那个小院搬砖，用牛车搬，然后我妈赶牛车下来了。看我妈的造型像不像那个印第安人？跑偏了吗？都吓到了，走的。这这么乐，好久没坐牛车了。之前小时候种地老坐牛车。得有十多年没坐牛车。温柔的笑容是你给的答案，简简单单，不紧不慢，跑得太快，被摔得更惨。看这个大别墅，我们这个村这样的大别墅很多，要不说房价贵吗？地皮很紧俏。这一道可以看见很多那个别墅，这个是面包厂，这也算是北溪比较大的面包厂了，供应室内的面包，供应室内田后的面包，田后的面包坯子都是在这生产的。这边工厂也特别多，离室内也特别近，到室内也就半个小时吧。前边那个仓子那个口就是我家了，就搬这个砖，这个砖用牛车把它倒进院里。我们是从这条小道下来的，这上边走十多分钟就是我之前的家了。在漫长的旅途，等下一站结束，他们送的祝福，最珍贵的礼物，原来爱是那样简单，让人嫉妒简单的幸福，把时间都停住，做爱情的地图，不推牛都捞不动。在相爱的国度，过我们幸福那么深，刚才老下雨，看这多迷人。正鹏，你搁这压让我爸喝。你那啥？这水埋汰吧嘛。不埋汰。那豆浆饼整的水，但是有点下雨。第三次拿来不了。热死了，进屋歇会儿。
这屋里这凉快，这小锅汤味儿。俺们在屋里成会儿脸，一出来牛没了。啊，房前无后找，怕吃人家。哎，猫。后来牛自己回家了，走到一半了都，这我们往回走，追上来了，看自己跑这来了，牵上牛了，回家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